屏东县潮州镇的三圣沙溪，为了了解沙溪老人家的空间情形，故所引进的全屏东头一处 AI 智慧运动系统，来打造专属老人家的 AI 健身房，来根据金融人体分析组成的，这出来的数据，含在东京的雷建东传到亚个运动空间，提供本质五韩国医院来下载，东京的做在综合到老人家的身体情形。韩国医疗盘头的自信。沙溪的总批做顿以溪的指令来做通道，进行血油同血氧压度相关的生理量测作业。也就比每健康检查中心慢慢一验，黑潮州镇三圣沙溪基点地背新设置的向健康指挥指挥站。扫 QR code 之后，它那边才会有一些基本资料。总批人来到基点，除了量血压同身高体重以外，还做在测血氧同血油，还有骨头压的量测。相关的数据也会马上上传云端，提供本质五了解总批的健康状态。他一下就看得到，我们每天来这边血压的情形啊，还有血脂啊，还有健康骨骼健康方面。多一目了然。医疗的方面的话，会以预防大于医疗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主要是说让长辈知道说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怎样，有一个数据他们更主观可以判定说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沙溪表示，量测出来的数据除了提供本总批的资源以外，有的总批有慢性病、弥散杂音，如何做准确回诊？医生做得韩国加准确的做医疗判断。目前基点开放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不是前来使用。潮州镇底部有需要的总批，也做得到基点来做眼神健康量测。下加新闻潘胜峰，屏东报道。